然后那个新歌的话是右脚膝盖会晃，哎。经典用的旧路，听说这边好像是单行道吧？目前的天气的话，大概是20度，凉凉的。看一下，漂亮。刚刚有一段的话，它下面的溪水的话，那种蓝是很特别的蓝，跟日月潭的那个蓝不一样的蓝，超漂亮的哦。乌漆嘛黑的哦，这一支手机的话，它夜视效果很好，所以也还不至于都完全看不到。哇，一线天吗？因为早上都没有游客哈，这时候骑的话是最舒适的。等一下，登山车族，那个要求公路车族啊，你们不要在我们视线内，这样我们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。教练说的。哦，你们轻松骑，我们两个快死掉了，等一下天翔就上车了啦。哦，教练。照我们的节奏，这样子可能会骑得比较远。
报一下哦，新白杨我来报啊、哦。新白杨搁十公里呢。这边在整修。